因为早期的时候跟家里面做这个餐饮嘛，以前就是会分了两大块，爱读书的能读书就读书，不会读书的话就是学。那学徒的话有好几种，像可能做木工啊，或者做这种钢工啊，或盖房的其实都很好。那我们本身是爱吃，那因为爱吃的多关系呢，这个大哥跟三哥他们做餐饮，那我是比较小，唯一想要他们做。是话他们，尤其是三哥跟我讲说，我们不要做一样的。他们的做中西餐的各方面也学了一些东西，一直到真的要进入这个行业开始，就去学这个面包。但是下班的话，或者是有时候休假，那时候休假很少的，家里面有开餐厅，都会回去帮忙。那开始学的时候，因为学做这个面包啊。开始就蛮喜欢做面包，一直爱吃。尤其自己十一岁生日的时候，第一次吃到蛋糕，就自己拿蛋糕回来。买蛋糕回来的时候说这是我第一次做的，开始就喜欢做一些面包的东西，就一直发展到现在。那也做饭店做了13年多，快14年。在饭店里面呢，西点堂没事呢，就学好基础。跟师傅们学一些西餐的东西，他就觉得哎蛮好玩，所以有时候跟比赛的话，也会跟一些西餐师傅啊，或者一起出门，一起学他们的东西。那一就本身目标要有开始要很大，没有人带的话，你自己去摸索很多东西。我们在2009年啊，这个世厨金厨赛的时候啊，是有奖金，还有奖。这个比赛呢，开始刚好到学校里面去。到学校里面去的时候，就会知道怎么跟政府机关行为。那一次呢，我们就把台湾中餐、西餐都被不错的厨师呢集合起来，一共有14位。那14位里面，大概8位翻译跟队长，还有这个厨师，实际的厨师只有12位。这样去比赛，那比赛里面呢，但是因为他很辛苦，他是现场的烹调比赛，然后天盛的做前菜、主菜，他是双主菜的方式，然后甜点。那当天其实这样像3天的比赛赛事，他是一共是当天是4天的活动，3天的比赛赛事下来其实很累。还有刚刚好我之前有发生一些车祸，然后旧伤复发。走路的话都没办法走路，这厨师跟厨师一般都是兄弟相称的，他就背着我，知道不是推人轮椅，就是背着我走。那在那个当天颁奖的晚上，听到我们拿总冠军的时候啊，这个都不用人家背，可以直接就可以跑上去得奖，就是要花时间跟精神下去。那我觉得所有的得奖都是。会练习的关系，那因为这个关系，所以自己都蛮喜欢去了解食材。那一般的厨师都会了解食材，都来自市场。那我们就是尽量去跟那些像农民啊，或者是养殖业者啊，或者是这种种植的人啊，去跟他接触的比较好，也比较快，他也比较知道东西哪里对的，他讲的哪里是对的。差异蛮大，像我是1971、1972，大概我们这个年纪的很多这个背景都很相似，家里面兄弟姐妹多，然后不爱读书就被赶去当学生，然后可能15、16岁就在外面打混学东西，那有些呢学得好的话就会一直在学习，对，有些学不好的话会觉得有挫折感。那在做现在呢，因为以前的话吃的东西很多，现在吃的东西很多，而且不管是实体店面也好啊，或者是个人工作室也好啊，或者是所谓的妈妈教室也好啊，或者是所谓的这个网络商店也好，太多了。啊，现在越来越难，所以怎么让客人觉得你的东西很创新，你的东西很新颖，还有你有固定在每个系有出推荐出书这些的东西。这些都是客人现在比较喜欢的。那当然，我们有些忠实的客人，那这
的客人，其实一家店忠实客人就算看地点，那每个地点不大一样，忠实客人大概是百来个，每天都有百来个，其他就有一些慕名而来的，大概一天可能多大概十，大概可能就是十位左右。该怎么把这些客人的喜欢的东西，他们觉得哎，有的时候在这个区域上就来了，而且来了之后呢，环境的明亮啊，干净啊，客人都会比较安心。所以我们在介绍一些食材上面，就让客人得让他知道什么叫安心的食材，比较安全的食材。包装，然后产品的溯源，产品的来源等等。都很在意，对，那现场的环境就是他喜欢的，所以我们一天的话大概就是会有100个客人左右，看每个客人他的需求，像我刚才讲，大概会分成3个，一个会是你忠实客人，他喜欢你的产品，那因为他家里住在附近，他方便，对。第二种的话就是慕名来的，那最后一种的话就刚才讲，就是他。你推的新的商品，他喜欢，他来这边，这个买的，他想要的东西，后来看他想要的。其实会像我本身哈，很多人可能不知道，这家店哈，学历手工很贵，我们是把商品升变成一个商标的概念在生产。那公司名称跟这个商标名称好像是不一样的。那。因为我本身的正职工作是在学校里面当老师，对，餐饮科，对，餐饮科的老师。那我们是在大学叫餐饮管理系，大学里面的话，餐饮管理系、餐饮管理系、烘焙管理系，或者是烘焙系，或者是这个这种餐馆系，都是有相关中餐、西餐、烘焙、饮调，还有外场的管理。大概是这个区域吧。那因为这几年很多的学生都到学校里面去学一技之长，而不是像我们传统的方式在外面学一技之长，所以我刚好退伍之后的因缘际会又考证照，所以像我的话是烘焙煎饼，是全国技能竞赛裁判，那是商业竞赛的训练。裁判，这样子的过程里面就会发现，其实你怎么把传统的产品推陈出新，还有怎么把外面的观念带到学校里面去。所以有时候啊，我们在学校里面教东西的时候，对学生的来源哦参差不齐，他们你只要有能耐有东西，他们看到觉得哎有东西，其实他们资源一定不足，愿意跟你学。那因为在学校里面嘛，做的话就会比较，在其实，在观念上、技术上跟产品上，你不要观念是不一样，这三个东西不大一样。那因为我们自己本身也有实体店面的关系，所以你把你的实体店面又加上你网络的这个所谓的声量，还有你在学校教学的东西，学生就会看，哎，你我跟你上你的课有什么好玩，有什么让他吸引他的，这些都是。所以在学校里面呢，当老师嘛，是要把自己的本分去做，把他看到你的东西，他去跟在你的旁边学。那其实像这样子教这12年下来，学生也很多啊，从事这个行业的也很多，但是能够坚持下去，要靠他们自己，因为师傅领进门，修行在个人，对。